米迦书第三章我说雅各的少年以色列家的观众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不懂只托公平吗？你们不好不善好恶，穷人先生剥皮，穷人骨头剔肉切三切我们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折他们的骨头，半钱筷子，有想下剥，有想不中的肉，是到了在做债的时候，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，他却不应允他们，那是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，向他们人面。无论都是我们就查路的先知，他们牙齿有所嚼的，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。凡不攻击他们切的，他们就一批攻击他。耶和华如此说：六，你们必做你黑暗，以致不见异象；又必做你幽暗，以致不能占卜；日头必向你们潜落，怕照变为黑暗；切线间必包溃，占卜的必蒙笑，都必无错罪损。因为上帝不应允他们，不，只因我借耶和华的怜悯要力量公平才能。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，叫雅各家的少年以色列家的观众啊，当听我的话，你们因不公平，差热切思想，忘却真切，是。以言石间立石案以吹压，间初耶路撒冷十日，少年为非路行审判，只是为孤家是顺非，甚至为完全行占卜。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：耶和华不是我们差我们中间么？财富必不连当我们。然而所以，愿你们的人高石案必批，更中上一块钱，耶路撒冷必。变为乱堆，这天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